有只羊不停地叫，过来发现已经开始生产了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偶尔叫两声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生产了。产了一只小母羊，个头不小，这个大母羊的个头不大。看这个小母羊的个头应该就一胎。这只大母羊生病了，奶水不行。三只小羊都比较弱，准备让刚生产的那只母羊带一只。把这只最弱的这只让它带上吧，那只母羊的奶水挺好。费了半天劲，这只小羊也没吃上奶，大羊倒是让吃，但是小羊塞嘴里边也不吃，给这大羊弄点红萝卜。这只羊是顺产，生产挺顺利，胎衣下来的也挺快，但是这只小羊费了半天劲也没吃上奶，看着是越来越虚弱了。这只小羊那看着快不行的样子，最后还是把它又弄回来了。这只大母羊的奶倒是吃，但是这只大母羊本身就没多少奶水，看来是弄巧成拙了，还不如以前了。给这只小羊挤了这羊奶，给它灌了，但是一直也不见好转，看样子